我们夹中什么东西？一步。耶、yeah ！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 Vlog。其实是我们连续第三天拍周日的东桥 Vlog 了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在上野，然后在等朋友来。我们就刚意外的发现，原来上野的公园这里也有 Illumination。那我们就随便在公园里面晃晃，看看夜晚的上野 N 次公园是怎么样喽。不忍食，所以跟你约在车站附近。我们的来宾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朋友来了，这是森森，他号称他今天要化全妆入境。是哦，那就来。真吗？有啊，出来啦。现在吃这家是在上野的，看起来像路边摊，所以他其实排名，他的分数有3.5。森森开始在放年假，对不对？对，10天。我太大声了，对不起。文凯在放年假了没有？放了大概30几天吧。好爽哦！这叫失业啊！我们是在阿美横滨的高架桥底下，所以这附近的摊贩啊，其实都是这种特色的餐店。这家店感觉很像夜市，然后也刚刚老板点菜的方式也是蛮豪迈的。这家吃起来其实跟台湾热炒店很像，然后它的味道是蛮浓厚、蛮咸的，然后它的猪肝吃起来还不算太老，有点粉粉的，我觉得还 OK。这个是猪肉满点的姜汁猪，我觉得以它的价格啊，它的猪肉竟然分量给这么多，而且吃起来不会老。以它的价位来说啊，皮脆脆，然后馅料蛮饱满的，沾上一点那个辣酱，真的是很爽哎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好吃，爽。我们竟然在东京又发现了新的珍珠奶茶的店，它是来自于台南的黑公号。干杯。有台南的味道吗？还蛮奶，就是奶茶粉的奶茶的感觉。有，请问这是你们第几次见面？第5次左右吧。有吗？有这么多次吗？差不多吧。好，那说一下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。爸爸先。就是一个还蛮安静的女生。真的呢？觉得爸爸怎么样？蛮好聊的。哇，好官方，好官腔哦！哇，好尴尬，整个冰点陷入冰点了。我们现在走到秋叶原喽。听说这是森森第一次来秋叶原。对。我们夹中什么东西？一步。耶，卡哇伊。花了多少钱？1200。1200，对，算值得啦，值得啦。把这个当成传家之宝在看待。对啊，日本的吊娃娃机真的很酷，它的娃娃都是很精致的，而且都是正版的。好了，那秋叶原就是要买扭蛋啦，我们来买这个哆啦 A 梦加那个哆啦咪的，这看起来是舒压的玩具，然后一个300块日币。它的扭蛋的球就已经是哆啦 A 梦的头型，你们打开看看。嘿，哇哇，它是身体哎。那我就把它装起来吧。好。哇，你看到这只超级可爱的哆啦 A 梦哎，大小麻烦变小。以上就是上野跟秋叶原的晚上走路行程啦。我是包博，晚安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